大家好，我是在美国赌场工作的疯婆子，我现在是工作休息时间。我今天发的游戏是 Bahama Blackjack， 因为只开了一张这个游戏的牌桌，所以我的牌桌上还是比较忙的。啊，我现在终于下班回到了家。今天因为由于很多的发牌员他没有上班，就是请假，这些熊孩子根本就不在乎，然后呢害得我们就缺发牌员，所以我这个游戏是 Bahama Blackjack， 只开了一张桌，把我给忙的一晚上我就没停过。其实没停也没有关系，但是呢我之前还挺开心的，因为有客人给我小费，但是呢他们玩了几个小时之后走了，剩下的就是一帮资深的赌徒，然后他们不但不给小费，还经常的抱怨，把我给烦了，烦的我真的一晚上简直是烦透了。我现在终于下班回到家啦，喝点冰啤酒，烦恼全无。我最近说工作比较多，今天呢我就聊一聊我们家又多了一个新成员。你看我的猫，我走哪跟哪，这要是我的狗走哪跟哪该多好。 Lucky 啊，你比那狗强多了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只漂亮的公鸡。哎，你过来凑什么热闹，不是介绍你。大家一定想不到这只公鸡是怎么来的，你看它多聪明，现在就知道围着母鸡转。这只公鸡呢是我在社群里头有别人就是免费赠送这只公鸡，因为我加入了一个群体，就是他们会免费送公鸡。这边很奇怪对吧，要不然咱们这公鸡如果不想要的话就炖汤了，他们这边就是会免费送。但是我呢他正好在我家附近，所以我就联系了他，然后我给他带了一瓶白葡萄酒，因为我个人觉得免费送的话人家养了这么大也是很精心养的，有点不太好意思。哎呀，我这拍个视频这羊也来捣乱。行，拍拍你们俩，你看还有你们仨。哎呀，他们仨就是又能吃还是能吃。这个葡萄也成了这个山羊的饭后甜点了，我去年忘了给它修剪枝条，所以它今年长得好高好高，但是竟然还结了很多葡萄，是那种小粒的紫葡萄，尝上去葡萄味还挺浓的，我还挺喜欢的。 OK， 我们继续聊这个公鸡。所以我把它抱回来，昨天才抱回来的，结果呢我给它装的水还有食儿，这个脾气暴躁的公鸡把它全部都给打翻了，水也没了。那我本来想给它关在笼子里头关几天，结果呢我一看这样关也关不住，所以我今天就索性把它给放了出来。我看它适应的还蛮好的。哎，公鸡呢，你看你们是不是把我的公鸡给吓跑了，因为我在这家店买的全部都是母鸡，没有一只公鸡，所以我只能在外面找了一只公鸡回来。你看这公鸡聪明吧，现在就知道围着母鸡转，而且有的鸡不想让它吃食儿，它还保护意识很强，还跟人家单挑呢，还挺厉害的。所以我还挺开心的，因为这样的话它可以保护这些母鸡。这些母鸡也就跟着它走了，你看这是第一天它们在一起待着，因为天气太热我也把小鸡给挪到了外面，你看它们在外面生活的还是挺好的。我把它们换了一个大一点的笼子，把珍珠鸡换到小笼子里去了，实际上它们只有三只，这里可是挤了14只的小鸡仔儿。
他们再大一些，我就会把他们放出来。我就在讲视频的时候，这只山羊就过来啃了我胳膊肘一下。你要知道，你还什么都吃不挑食儿。来合个影，你看。哎呀，你可千万不要咬我！他可真敢下口哈，这山羊，他毫无畏惧。去去去，我服你了，行吗？我服了。这些大鹅和鸭子好像没吃饱，那我也不喂他们了，让他们自己到外面去找青草吃。你要说我不得不佩服这公鸡，第一天跟这些母鸡认识，它就立马就合群了，都没有超过10分钟。天性啊！而且这些母鸡完全的接纳了它。哎呀，这我就放心了。你看这山羊，它一直把它当成我这个故事里的主角。如果不拍它的话，它都要上天了，它都要。总之我一开始还特别担心这只公鸡要适应几天，结果呢，你看我下班回来看它把食儿和水都给蹬翻了，蹬洒了，食儿也没了，水也没了。所以我想想，我天天要是这样不停地给它换的话，我得累死，所以我今天就把它给放了出来。没想到只过了几分钟，人家熟悉了，所以我还是非常开心的。姐，吃点就行了，这树都快被你啃秃噜皮了。工作再繁忙，再有更多的烦恼，每当我回到家，我都会觉得烦恼全无，全部都是快乐还有放松。我生活在乡下，虽然我家孩子不太喜欢乡下的生活，他们更喜欢城里的生活，但是呢，对于我来说，我已经在大的城市居住了过很多年，所以我那里不适合我。在乡下这种安静，然后可以任意裸奔的田园生活，真的是我想要的。这也是在农场居住的一个好处吧，就是你想干嘛就干嘛。完全是你自己个人的空间，所以我很喜欢在农场的生活。我跟邻居之间也是尽量的互相不打扰，然后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互相帮助。所以说我真的很喜欢住在乡下，其实说是乡下，但是它离波特兰还有小温哥华只有30多分钟的车程，去哪还是很方便的。而且这周围马上就要建一个 Costco， 所以往后购物啊，还有我们赌场吃饭啊什么的都是很方便的。我觉得我这房子要升值，想到这儿我就心里美开了花儿。听见我的公鸡叫了吧，我有只公鸡了。其实我的房子呢是自住，所以说升不升值无所谓，但是升值的话我还是很开心。一年过去了，它也已经升值了10万美金，希望很快突破100万，哈哈，那我就赚大发了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平时非常注意这个房子还有周围的保养，因为我希望这个房子不但能保值还能升值。
好啦，这就是我今天的视频内容，主要是跟大家讲一下我家有一只公鸡了。虽然我还需要一个男朋友，母鸡们有男朋友了。OK， 我们下期视频见，爱你们，拜，么么哒。